I barely recognize a pair of eyes staring back at me in the mirror. But there was a day when I was free, not a care that I could see. So that I barely could leave. Hello， 我是小可。我们又回来到熟悉又温暖的点华了。对，过了八年，重新来到这地方，今天来的意义很盛大、特别，因为我们把徐爸爸六十大寿，点华每一次都别出心裁的在很多地方让我们觉得很经典，像今天的寿宴这个场地呢，真的有让我觉得老人家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比较儿女带年轻的朋友来都好，就是他在整个场地的布置上面，然后以及整个菜色上面，都让所有的人感觉到宾至如归，而且有一种回家的温暖感。对，而且一进门之后，右手边就有做一个布置一个装潢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旁边讲，因为家人很难得在一起见面拍照，这是重点。然后有一个区域可以供大家一起拍照，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另外就是在整个流程跟影片，它还是一样把我们当成就结婚的结婚典礼一样的规格在办，所以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小小礼物要送给爸爸，然后希望爸爸在今天的整个寿宴上面可以很开心，然后长命百岁，永远帅气哦，永远帅气哦，谢谢点华。谢谢今天那么多朋友来到现场。再说。